那各位，我们来培养一个默契，就是等一下我们拍大合照的时候，我们总共会拍三次。那这次的话，我们以往都会是讲台南市政府赞不赞，这次我就不会讲赞不赞，我们就是直接我就喊台南市政府，大家就一起喊赞，然后接着是第一分局赞，然后接下来是警民合作赞，对，总共三次。那可以配那个，因为就是要培养默契。那我先请大家跟我练习一下。